走。奖励一把吴亦凡，行不行？其实按照正常逻辑来讲，我们这把应该再来把小法师，下把再来吴亦凡，你知道吧？按正常来讲的话。哎，锁着假魔抗，给的东西倒不少啊。锁着假魔抗加大腰带，我们就是全右装，看着没？全是右装。先升级啊，大树塔姆。亚索不要，地上镯不要，升级，升级上个劫行，先拿个塔姆吧。月神刺儿太弱了呀。月神刺的装备行，就是稍微有点弱，有点让人给克，你知道吗？能不能玩呢？也能玩。谁需要来一记重拳？我不管了，我就要硬玩一把吴亦凡了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必须得硬玩一把。我这装备玩不了，凭啥呀？我这水银春哥不都有了吗？我差一件吗？下波拿攻速不差一件吗？冰女不重要，我们天选塞拉斯吴亦凡就起飞。这把起码有两家月神，两家拼多多，那我们玩啥呀？那我们玩一个没有人抢的东西，狐狸差一针啊！那小子绝对都气完了，他比我还气呢！我跟你们说，他气坏了，真的，他都能气坏了，他给他气完了，狐狸差一针，指定搁那电脑，哎呀，狐狸差一针就没有，就没有，哎呀，狐狸差一针啊，哎呀，难受，就这样式的，指定的比我都难受的。哎呦啊，这女神之泪小法师完了，倒数第二给拿走了，速拿兄弟啊，速拿。
大剑没了，攻速没了，拿个大棒子吧。这你不拿蓝就有点离谱啊。你是刷到没买到，哈哈哈，还跟我哈哈哈，哎呀，还跟我哈哈哈两下，是不是小伙子？决斗大师，上一个吧。这波赢了，把亚索卖了。卖亚索的话，我剑姬拿不着了。算了，把剑姬拿着吧。这把病兮兮指定有点多了。咱们主要等吴亦凡啊。完了，我有种感觉，这把全是刺客。哎呦天！我有一种感觉，这把全是刺客。吴亦凡又不怕刺客，我说我的牌全是刺客。我的牌指定全是刺客，你看着吧。什么阿卡丽呀，这个来了啊，来了。这一手御剑仙的刀锋有点香啊，有点香啊。哎呀，不行啊，不玩，哎，就不玩。把他先撇了，上个女刀，这个也撇了，这个也撇了，就不玩御剑仙，大剑攻速全套着，别给大腰带呀！哎呀！这可不是一个好事儿啊。我们先来个敞篷，日炎敞篷。行，先给个敞篷，先整一个。积木来一个，塔姆没死，这把还有个神射手。
我这把银马的话已经接近神装了。你看，狂徒、反甲、龙爪，神装了，剩小法师装备整三件，差不多。法爆女神泪加正义之手。难呐，你也吴亦凡呐，这家伙，这天选啥呀？耀光子啊，月神，你这不硬玩吗？这咱俩就别互相卡了，行不行？换一换吧，溜一溜吧，换点别的吧，要不行不行？谁硬玩？他硬玩啊！他都打不过我，你说他是不是硬玩？给个吴亦凡行不行？能不能给一个？能不能？其实我吴亦凡也没差多少装备，也就差三件，差个大剑，差攻速，差拳套呗，也没差多少东西。我下边选秀拿大剑，然后给我报个攻速，或者我拿个攻速，下边给我报大剑。然后在下边我再选秀拿一个全套的不就齐了吗？没事儿，还是那句话啊，这一把的吴亦凡，如果你要是不来，从此以后啊，基本上我就告别了，我就再也不玩了，真的，就像那御剑仙似的，看见那御剑仙刀锋没有什么下场，看见没？看没看见吧？看见了吧？害怕了就行啊。攻速别拿走了，我们拿大剑。哎，这小子为啥不要小法师啊？他拿的啥呀？他拿的魔抗。哎，他为啥先拿魔抗啊？他要给银马先上装呗。蓝你不要啊？行，确实是行。这又一家吴亦凡呐，你有天选吗你？啊，你有天选吗？硬玩儿，最终我跟你们说，只有我们的天选吴亦凡月神可以活得下来啊！这小子把钱全递没了啊，50块钱全递没，我看你一会儿怎么活啊？我一会儿看看你到底怎么活，不用你现在都给他递煤，小伙子，一会儿就让你明白。啊哈哈哈哈，太难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
想一想啊，这想一想，那把就是天选的猎人，那把就天选猎人了。这把呀，这把再想刷着吴亦凡天选就有点难了，兄弟们，再想刷到他就有点难了。我们的血量现在是55滴，如果我们不拿这只吴亦凡，我们拿塞拉斯，我们不拿，哎，我们小弟一手，哎，小弟一手，小弟一手。小弟一手，不急啊，俩冰女儿俩皎月，给攻速啊，攻速全套，这波狼哥攻速全套，攻速全套，攻，别给他妈锁着甲了，我操了，全是锁着甲。小弟一波，哎，这可以用，这能用，这可以用啊。来了，吴亦凡，先把皎月给他递到三，然后我们再递那个三星厄斐琉斯啊。对，我们六级地啊，我们六级地。先不升了，六级地，先把质量提一提。三星够用，塞拉斯、寒冰、狼人。先不上明咒，是不是？先把猎人上去。没有羊刀，操了，给人刮痧。我们倒数第一，这波肯定能拿到攻速啊，26滴血，先来个三星皎月。完了，一个皎月没递着，完了，一个皎月没递到，我感觉他比我还垃圾呢。也就是我没有攻速，真的，这也就是咱没有攻速。妈的，我比他起来快了，操了！
也太少了，攻速不会没有吧？还好啊，哎，这就还好啊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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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可以接受，兄弟们。上四明咒啊，上四明咒没前排呀、啊、吃了，那吃了应该不太会，吃了应该不太可能啊，这个吃了的有点草率了，这啊稍微是有点草率。你这上四明咒行吧，我凑合来一波吧，凑合一下吧，实在是没钱了，脚印没地道三。那狐狸容易直接让人给秒了，那狐狸。狐狸技能容易都放不出来就死。哎呦我操，这安妮儿真肉啊，这安妮儿啊，漂亮漂亮，我觉得以我们现在的水平，我们现在这一波升级是很好的，你们觉得呢？我们现在升级，虽然皎月我们不一定能递得出来了，但是我们递一定会没，嗯，我们先升级，然后我们19%的概率能递着皎月就递，递不着就拉倒。对，不升级实在是不行了，谁也打不过了。这波千万别给我大剑啊，给我大剑我春哥上不去，我就不，别给，千万别给，千万别给我大剑，千万别给，一定别给我大剑，我不要，别给，别让我犯这种错误，行不行？千万别给啊，我就俩日炎就烫血挺好，千万别给我大剑啊，我不要。给俩魔抗着行，哎，千万别给大剑啊，千万别给，一定别给，别让我犯这种错误。递个小猫吧，哎，狼银升了不错啊，狼银升了不错，这个装备你们觉得给谁能好一点？你就不能让我嫖几张吗？嫖个皎月，嫖个厄斐琉斯，嫖个猫，光递也递不出来呀。狼人站前面，千珏呀，千珏也行。给狐狸，反正就快点开大，开不出来大就拉胯。我被控着不行。哎呀，狐狸没开出来大，让蛇女给控死了。那大蛇，哎呀，你妹的，这大蛇！
真烦呐、啊，这大蛇。完了，啥也没有，玩个鸡巴呀！这他妈啥都没有，玩个屁呀！给个猫也行啊。我操你妹了！我七人口，我10块钱，你就这样对我啊？啊？兄弟们，不出所料，我们第八了。我下把还要玩吴亦凡，我肯定得玩一把。今天我必须得拿他吃一把鸡儿，不吃鸡儿就不下播了。我就跟他干上了。开局先拿攻速，直接退。我操你个妈了！一把第八扣我59点，不怕，再来一把。